像钓叫钓啊钓啊对了哈，澳钓啊吼，而且好处是呐，即个叫正人物，人人家好选人民代表，像蒋中正、黄碧云，因为登记一定讲爱我，是讲钓啊，你来有钓啊咧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有在等，哎，做个项目做伙，吼、哦，我即嘛吼，因为我来这表姐吼，伊阮万兴乡家吼，阮三代拢遮咧服务，阮阿公、阮老爸，即嘛叫我第三代。啊，所以我才来拜吼，拜到我感觉阮这做事讲足兴哦，甲我逢吼逢凶化吉啊，对啊，我拢无代志，哦，我到现在还阁人平安，哦，啊，这个我感觉阮的做事讲吼，真正神威吼，真好，伊吼会保庇大家，啊，搁在伊的迄个种种人咧问事的吼，大家足正确。啊，所以阮即摆人吼真济，啊，我到正这注意都已经头过半当过啊吼。哦，我背着嘛，对。背着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家己感觉做只万兴宫做灵的了，对啊。对啊，但阮好像家庭哦，完全没有那种咧发挥这个救世。啊，阮今年这个预备有要做一个三米水产，阮一当有一三大阵吼，就这预备这水产，因为吼、哦、过去话无啥知影，吼啊，即马我接注意了，我才要做个救世，吼、哦、啊，希望吼、哦、啊，这信徒这众神会当来跟参悟安尼。慈悲三昧水产吼，是咱伫个旧历三月十七咧办的一场法会，会当消保咱的祖先啊，万亲祭祖、胎灵、婴灵、地基主吼，包括咱七鬼动物灵，遮人拢会讲来做超管。啊，这部忏，忏就是吼，咱主要讲咱来拜这部忏，就爱咱心存着忏悔，吼、哦、有忏悔的心，自然就有法度消咱以往的业。当然不是一时的啊，咱以往咱做啥物代志得罪啥物人，咱嘛无啥了解。但是咱会当借着这泼水忏，来甲咱的冤亲债主讲，哎，啊，我着较早有对不起你的所在，我甲你回失的。哦，好去讲我，再比讲我呐，有欠你啥物所在，我讲啊，某咪人啊，歹势，我着较早安怎吼，我着唔知影，无心的。我即嘛吼，信佛来遮做公亲，我来甲你回失的，请你会当原谅我。吼，这是主要讲这破产的用意。哦，另外咱个人嘛会当来消灾。吼，啊，这个发挥是非常的好。啊，大家若无了解的所在吼，会当来咱万兴宫真经庙遮，咱会当详细来甲你解说，请大家欢迎来参加。